见过王爷，便觉怦然心动。可惜失了分寸，还望王爷见谅。虽然祝心凌可以瞬间催眠普通人，但是如果被催眠者意志坚定，或者是有所防备，便仍需要刺激他的肌肤敏感之处，让其松懈。王爷。 王爷对明月来说，是英俊儒雅的君子，是日思夜想的心上人，更是相伴终生的夫君。你倒是放松了，你到底是定力极强，还是对我十分防备？ 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探得你的敏感部位，这家伙的敏感部位究竟在何处？他到底要干什么？难道是这儿？王爷，你的衣扣！ 热情似火，怎么王爷是世仇？